位，我们在前方，尤其在正前方，正前方的各位乡亲朋友们，我们的五教五教财神童子，财神童子来到我们的现场，我们需要很大的空间，请各位往左右两边，尤其正前方这边哦，需要非常大的空间，请各位让一让空间。好，我们现场各位乡亲们，我们需要很大的空间。我们财，各位可以看到五教，五教是财神童子，财神童子非常的有神威，而且呢，财神童子可以看到是由我们的义消，由龙潭义消、平镇义消共同的来为我们财神爷服务。在传统当中，斗教。传统当中斗教，这个斗教呢是将我们两点五教面对面，然后斗在一起。这个斗教的用意也是希望透过神明的加持，来让我们这一场所有各位乡亲好朋友们阖家平安，热烈的掌声，谢谢。我们需要很大的空间，各位乡亲朋友们，请左右两边正前方的各位乡亲朋友们，请将我们的位置啊，请将位置礼让一下。财神童子，我们要来再一次的来斗教，我们共同的来跟我们所有的神教人员来，好，我们这边一起共同的来呐喊。我们大家共同双手合十来迎接我们的财神童子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财神童子非常的有神威，各位双手合十来迎接我们的财神童子。可以看到在财神童子来激动，可以看到为我们前方第一个站的徐淑媛啊，那也是我们的义消大伙兄弟啊，激动。这就是义消的精神，义消每年度来为我们的财神爷跟我们的五谷爷来服务，保佑大家平安进入。好，我们接着呢有五教啊，我们五教，我们的财神爷请五谷爷要来进场。